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小僵尸吧。哇，今天呢，这个欧布奥特曼来到密室的时候，你看，竟然在这个桌子底下发现了一群僵尸啊！哎，奇怪了，这些僵尸躲在这个桌子下面干什么嘞？你看。他们呢，全部也是拿着武器，对不对？莫非他们是遇到什么怪兽了吗？为什么这么慌张的躲在这个桌子底下呀？来，我们现在过去跟他说一下话啊。哎，小僵尸，你们在干什么嘞？好吧，他们好像不怎么理我啊。哎呦！我的天啊！你看，这个小僵尸竟然把我给打死了。来，我们现在带上这个武器，继续出去啊。嘿，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啊！我看这些，把门去掉。你看，那边呢还有很多这个小僵尸，看到没？哎。他们竟然跑到外面来打我了！哎呦，不得不说这些小僵尸还真的是厉害啊！来，我现在拿出这个加特林去找他们了吧？真是岂有此理！竟然敢打我，是不是啊？还有没有？还有谁？你看，这些僵尸呢，全部被我消灭了，对不对？哇塞，真是险啊！我还以为这些僵尸是好的，没想到是坏人来了啊！那好，今天呢就要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，拜拜。